聽晚就係平安夜啦。反正我今晚都冇咁早瞓啦。我睇下我接唔接到先，因為太遠啦。我不如可唔可以加我哋揾會？係會會展嘅同事，唔該幫我收一收呢個指責嘅獎座。多謝多謝，多謝。要多謝會展嘅各位工作人員同埋我哋各位嘅security，多謝曬 ，thank you， 真心多謝。呢個係一個叱咤嘅我最喜愛男歌手嘅指責嘅獎座。其實咧，我想話送木嘅我都唔拘嘅。我諗咧，大家知唔知咧喺港島咧喺西營盤咧有一條街專門賣嗰啲名強啊嗰啲。嗰啲紙扎鋪咧，我擺呢個埋去咧，毫無呢個違和感啊！多謝你聖誕流流送呢啲俾我，多謝你嘅心意，好靚呢個，我會擺喺我 studio 嘅，多謝你。無論今天上唔上台，有冇得攞，我當我自己攞咗噶啦。反正現場嘅觀眾都係咁上下人數嘅啫，多謝大家。大家注意安全啊！始終而。現在在疫情期間，大家注意好，你拍一拍給我來我真的吃一下，你拍一隻就行了，再來好來這個投喂的動作好像一些動物園我愛觀眾我碰之意，隨時不太高興，將那意。